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一切众生，我们发誓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停法，然后就是修心，成佛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就听我们今天的课，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就准备讲一下这个关于空心方面的一个修法那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文辞都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修心我们为了修心而听闻佛法，为了修心而思考这个佛经的内容，所有的文思的最终的这个目标是为了修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重视修心，修心是我们最后最重要、最重要、唯一的一个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什么呢？就是修心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灵上的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的烦恼执着导致了各种的这个痛苦不愉快除了现实生活以外然后就是我们的下意识然后要去哪里，这个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这个修心训练，这个是相当的重要。昨天我们也这个讲过我们就文思就到了一定的时候，然后就是要专门的修心那修心的时候怎么样修心呢？一个是我们自己在主要是在自己家里修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大家共修这样子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星期六星期天大家都比较有时间的时候呢，就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就设一个简单的这个禅堂然后大家就集中在这个禅堂里面一起修心这样子也是就大家都相互都会有一个监督或者是一个孤立这样子的这个起到这样子的作用所以星期六星期天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大家集中在一起修行，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主要的是就是还是在自己家里修家里每天早上早起一个两个小时早上打坐1到2个小时的时间打坐修行，然后晚上也是就1到2个小时修行1到2个小时。如果早上2个小时，晚上2个小时，那每天都可以坚持10个小时的修行，这个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这个时间，随时随地都可以修修行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修，但是呢，每一天修行的最佳的时间是早上。然后呢，上午比如说10点到12点钟左右，然后下午呢4点到6点然后就是晚上8点到10点这样子，就一天，这样子一天就修4座一天修4座的话，一共是每一天8个小时这样子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是我们平时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可以这样子需要上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修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呢，每天还是可以就可以坚持2个小时到3、4个小时这个很重要，一定要修不修心的话，那么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善事比如说布施、放生等等，做了很多的善事但是呢，唯一一个就是不修行的话，那就是这些都是不会解决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最后的问题当年大魔祖师这个刚刚进中国的时候呢，
梁武帝他认为他自己经常吃素啊，这个吃斋，就修庙，他认为就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功德了。然后呢，他说我经常修庙吃素啊，有什么样的功德？然后就达摩祖师啊，就一句话就否定了，没有功德啊。那没有功德的意思呢？当然啊，达摩祖师他不是推翻因果的观念啊，达摩祖师他不是不承认这些因果、善恶因果，但是呢，这些善恶因果都是实属啊，就是实属间的这些这个因果，那么他们的结果也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如果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呢，没有出离心。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修庙也好啊，放生也好，做什么样的善事也好，这一切的果报，最后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可以健康啊，长寿啊，就没有痛苦啊，这只能啊起到这种作用，它并不能让我们获得解脱啊。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呢，要修这个最终要修空心的修法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讲这个空心的这个科。那么这个空心的科呢，是一个在佛教里面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课程啊。那我想，就我们今天在座的当中，就刚刚学佛的呀，或者是没有经过太多的文思的这样子，肯定也有这样子的话，这个空心呢不一定啊适合每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刚刚听空心的时候呢，大家心里。我不要对空心产生什么不好的想法，这个是绝对的真理啊。只不过就是我们自己暂时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所以就是对这个空心的理解不怎么深入而已。实际上，空心是绝对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它实际上虽然是真理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学习啊，或者是我们的智慧。的这个不离读啊，还是有限，非常有限。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对空心也会产生一些质疑啊，到底是不是空心了？这个可不可能啊？我们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这么的这个真实，这个怎么可能空心是空心呢？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疑问。但是呢，我们原则上对空心不要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就认为这个是不可能啊，这种最好不要有啊。这个我们慢慢进一步的去学习，就慢慢会。首先，我们学中观就知道这个空心是在理论上啊，这是对的。然后呢，进一步去学习修行的时候呢，尤其是修行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就体会到了，体会到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永远对空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疑问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开始的时候呢，会有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宪宗的佛经当中也讲了，这个空心也是不能随便讲的听空心的听众必须要观察这个人能不能够接受空心。如果他能够接受，或者是对他比较适合的话。那就可以讲空性，否则的话就不能讲空性，要保密。密宗也是这个意思，密宗就是要保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很多的道理，它的修法是非常的深奥的，所以很多人都不容易理解。所以要这个不要这样子的这个公开的讲看人的根基。当人的根基成熟了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能够接受这个观点的时候呢，然后给他讲，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佛法可以利益到他可以帮助到他，否则的话他的成熟这个慧根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讲一些这么高深的法那就不但是对他没有帮助，而且他对这个空心产生一些疑问，这样子那空心的对空心的疑问是有两种疑问一个是什么呢？就像那个《中观四白论》里面讲的一样，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说，如果我们对空心稍稍有一点疑问有一点怀疑的话，也可以解脱也可以断掉我们的轮回
有些时候呢说对空性有质疑啊，不相信，那就会造业啊。有两种，那这是什么原因呢？疑问就有两种啊，两种疑问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讲空性的时候啊，我们虽然啊不能理解或者是不明白啊，但是呢啊，我们讲，因为这是佛说的啊，这么多的这个一代一代的上师啊，就经这个修正出来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可能是啊不准确的，可能有可能这是准确，有可能我现在看到的这一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存在啊。如果这样子啊，有这种疑问的话，怀疑的话，那就是这是比较正面的啊，比较正面的，所以是有功德的啊。然后呢，比较负面的是什么呢？啊，那就认为这个不可能啊，可能不可能空心，不可能是空心啊，这一切都这么真实的东西，不可能空心啊，可能这个觉得是不对的，这是佛，也许是啊，就是为了度化某一种众生啊，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种不了义的啊说法，实际上这个不可能是这样子。那有这种疑问的话啊，对这个空心有这样子的怀疑或者不接受或者拒绝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对我们会造业的啊。所以佛也讲了，这个讲空心呢啊，讲空心的前提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必须要观察啊，必须要观察啊，这个人能不能承受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观察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能不能接受空心，这个没有办法观察的。但是呢，因为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在就已弘扬到这地方已经有这么长的时间了，所以啊，就或多或少都绝大多数的人都听说过空性，所以就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的话，宗喀巴大师也讲过了，虽然是没有来得及啊，每一个观察每一个人能不能接受，但是呢，这些人都是相信这个善知识的话，相信上师的话，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讲的，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不会有对空性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啊，所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啊，空心讲空心是有次第的，但是最终啊，我们必须要修空心，唯一的就是空心，真悟空心了，才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问题啊。当我们还有没有真悟空心之前，比如说出离心，它也可以给我们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啊，然后呢，菩提心，然后就可以给我们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但是呢，也不是啊，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最后啊，我们的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执着，来自于无明啊，来自于对我自己的这种执着啊，然后呢，对所有这个事物的执着啊，最后所有的烦恼的根源就是这个啊。那么这个根源呢，是不是用这个出离心来啊出离呢？是不是用出离心来推翻？也不是啊。是不是用世俗的菩提心来啊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不是啊。唯一的是什么？就是真悟空性啊！真悟空性了以后呢，然后所有问题当下就可以解决了啊！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修这个空性，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然后我们修心的过程啊，这个曾经也讲过了。那比如说我们一个刚刚学佛的人啊，这个修心怎么样修呢？啊，我们昨天也讲过了，闻思修啊。那这个当中的修怎么样修？先啊，一开始的时候先修思加行啊，就是外加行，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这个修法先修。但这个修法我们比如说这个有些修法，比如说像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啊，普贤上师言教的秘籍啊，那这个里面呢讲，比如说我们把外加行修100天啊，也或者是内加行修100天，有这样子的日程的安排。
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是不够的啊，实际上不够啊，这是一个阶段当中的一个训练的方式而已，实际上是不够的。所以我们，2年到3年啊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呢，就修外加心啊，就外加心，把一个一个外加心，每一个外加心都是修得很标准啊。这样子以后呢，就出离心，就是2年到3年啊，这样子的时间当中，我们好好的培养一下这个出离心啊，然后再就往下啊，然后再往下就3年啊，或者是4年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修内加心，也就是无加心啊，修一下无加心，无加心修。4年啊，这样子，4年、5年啊，或者是3年、4年，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每一个加心啊、皈依啊、发心啊，一步一步的修，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用1年到2年的时间当中啊，修禅定啊，也就是修机智，修机智的修法，机智的修法也要修1年到2年的时间，平时啊，我们没有修外加心，也没有修内加心的时候呢，去直接修机智啊，直接修机智，这样子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这个机智啊，它没有证悟，也没有证悟空性的智慧，然后也没有出离心，也没有菩提心，这样子的机智呢，这个不一定是佛教外道也会修这样子的。机制啊，所以这样子的机制呢，是外道和佛教啊，大家都是一个通用的一种禅定的基础。这个并不是佛教的修法，有了出离心、菩提心，在这种前提下啊，或者是有了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啊，有证悟空性的智慧，那么这样子啊，在这个基础上修，那就是变成了。佛教的这个禅啊，佛教的禅定，所以没有出离心呢，没有菩提心之前，我们修了禅定是没有用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平时我们很多人也到，就有些寺庙啊去打这个禅七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啊，在修禅七这个一个期当中，修的是什么啊？如果没有出离心啊，也没有菩提心，也没有证悟啊，只是修一个机智啊，禅定的话，这个的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先不要修机智啊，机智的修法，我们也就曾经讲过了很多次。慧灯之光的这个书和光盘里面呢，有好几种这个机智的修法，但是呢，这个机智的修法是。修了外加心和内加心之后修，那就成为那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标准的禅定啊。然后没有外加心、内加心，什么都没有修之前修了这个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所以这个不要执着禅定啊。我们现在那在这个禅啊，本来是在这个汉传佛教当中啊。禅宗的影响啊非常大啊，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禅啊，包括像这个茶馆呐，像一些这样子的素餐厅呢，也用一个禅这样子的字的话，大家都觉得这个很高端啊。但是实际上真正的禅是什么？我们上次啊，今年3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也讲过了啊。十祖这个五祖弘忍大师他是怎么讲的？大家知道的。证悟了啊，然后去修啊，这个才叫做禅。真正的禅是证悟以后的禅，叫做禅。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机智也是禅啊，这个也叫做禅。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外道和这个外道和佛教共用的一个这样子的禅啊。所以我们没有修出离心和菩提心之前啊，这个不要修。修了出离心、菩提心以后再修啊，就是外加心和内加心都修完了以后啊，然后就去修，然后就去修这个禅定，就修1年到2年这样子的时间啊。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
直接去修大圆满也可以，但是呢，这个中间最好有啊，最好有一年左右、一年半年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呢，修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中观的修法啊，中观的修法、空心的修法啊，修一下这个修法，然后这个修法就修一年左右，这样子以后最后啊去修大圆满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人是绝对可以证悟的，一定会成。证悟的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哦，不证悟啊，这个一定会证悟。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像这个前期的这些训练啊，修心直接去修大圆满的话，那就是不可能证悟的。为什么呢？没有理由哦，他可以证悟啊？为什么根本条件的基础的条件都没有，所以不能证悟啊？所以我们修心啊，当然。人生难得啊，死亡无常啊，所以我们当然很着急，但是呢，再着急也没有用啊。这些基础的修法不修，直接修大圆满是没有结果的啊，没有结果。所以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这些修法是必须要重视啊，因为大圆满当然是最后的修法啊，最后的证悟，但是这个证悟呢？就是因为出离心呐、菩提心呐、禅定呐，就是因为这么多的这个因缘具备了以后呢，才能够证悟的。所以啊，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呐、禅定呢，就是他们依靠他们的力量啊，还有大圆满本身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以后，就所有的，也就是所有的内外的因缘都成熟的时候，然后就是。证悟大圆满，我们不能认为大圆满是因为听了大圆满就可以证悟，不是这样子啊。听大圆满是一部分，另外的绝大多数的这个证悟的因素哦，就是在这个之前的啊，之前的这些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修炼啊，非常重要。这样子一步一步修，才能够证悟空性啊。这样子，这是这个很重要，请大家要记住啊。然后，每一天的修心，我们刚刚讲过了啊。早上一坐，晚上一坐，最好能够坚持早上和晚上各一坐啊。实在是不行的话，那么就是早上啊，就坚持修一坐，一坐是大概就是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啊。或者是如果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呢，就半个小时作为一坐也可以。但是呢，半个小时啊，我们在前面念诵，后面又要念回向，啊，这样子的话，这中间的时间太短了。就如果我们只修半个小时，整个修心只有半个小时的话，那么真正的大作修空心可能是只有10分钟左右的，是10多分钟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太短了啊，所以最好有1个小时到2个小时这样子的时间啊，每天坚持1到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啊，就最好能够修十座啊，这是一个，平时就这样子。然后，假期的时候啊，假期节假日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像十一这样子的，比如长假的时候呢，然后就，到周边的这些这个寺庙啊，不是比较安静的地方，比较安静的这些寺庙里面去，闭关啊。闭关打坐啊，实际上这个禅宗的这个禅啊，禅的这个禅期，实际上这个叫做闭关啊，这叫做闭关。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这种封闭式的修行叫做闭关啊，封闭式的修行、封闭式的训练啊，叫做闭关啊，也叫做这个禅期啊，因为这个是每7天。啊，作为一个阶段，所以叫做禅期，也叫做禅期，也叫做闭关。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一边工作啊，一边修心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啊修心，然后修心的时间啊安排好啊，这是这个时间啊。然后另外我们刚刚讲的。啊，主要是这个修行的时候，主要是在自己家里修啊，家里修这个不一定大家要聚在一起啊，主要是在这我们不可能经常聚在一起啊，聚在一起的话，那这个有这路上也会耽误一些时间，会浪费一些时间啊，在自己家里修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修，就非常的方便。
主要是在家里修。那有些时候可以就聚在一起修啊。那聚在一起的话，那就是需要一个环境啊，需要一个地方啊。那这个也就是，比如说在各个城市里面，佛教徒自己那就大家租一个租一个场地租一个这个房子，然后呢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大家每个星期集中在这个地方禅修这样子也是非常好的。这个环境是要自己去创造，但是多数的时间就在家里修那这样子我们的修行一定会有进步的，否则的话，我们学佛学了很长的时间学了很长时间，但是呢，我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在我们的这个旅行当中，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学佛的这个成就没有改变自己这样子很多人也会失望的。但是呢，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并不是佛教的原因，这就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自己的这个方法没有对方法没有对。如果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都要非常的重视它的方式方法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事情的方式方法，那我们做一个工作上的事情、生活当中的事情也是做不成的。所以学佛也是这样子，这个方法很重要。那么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先这个修外加心然后就是内加心，这样子一步一步修这个是方法，这个就是方式方法。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修心重视修心。不修行的话，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理论比如说我们五部大论学了，都学了，但是呢，不懂得怎么样去实践理论我们清楚，非常的清楚让我们去说出这些佛教的理论，那我们也讲得很好。但是呢，如果要自己把这些东西学到的东西去落实到生活当中或者是实践的时候，就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做，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可惜的。所以要好好修，大家要重视。然后潜心的这些修法，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然后今天也不讲了，今天我们就讲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空心的修法那空心的修法，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个空心的修法通过这种空心的修法，可以推翻我们的很多很多的执着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把这些执着都推翻了以后比如说我们对我们自身的这个执着叫做我执然后我们对外界的很多东西的执着叫做在佛教里面、中观里面叫做这个法我执这些执着都可以推翻那这些执着、这些观点都推翻了以后呢然后再去证悟再去体悟再去体会不仅仅是把我们的观点都推翻了，推翻了以后呢，那还要最终的证悟个空性是什么呢？这是不是把这个观点都推翻了是空性呢？观点如果不推翻的话，然后让我们不这个不让我们进入空性的境界当中但是这些观点推翻了，是不是已经进入了空性界呢？也不是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其他的。那个时候是什么？这就是大圆满的这个巧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执着这些都已经被推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去进入大圆满的这个境界是非常非常的容易非常容易。这时候呢，我们稍稍听一下这个大圆满的窍诀，然后立即就可以证悟空性了我们曾经也讲过了，证悟空性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难，但是呢，也可以说也不是很难比较容易证悟。但是呢，最不容易的是什么呢？证悟了空性以后没有证悟之前呢，我们大家都很期待总有一天我能够证悟。那证悟了以后呢，然后就懒惰不努力的去修
这样子的话，证悟了以后，如果不继续修行的话，那也是不会有进步或者是退步啊。以前啊，比如说我们证悟了空性，但是后来没有坚持修行的话，那么有可能啊，甚至有可能过去的这个所证悟的境界都慢慢的淡化，最后就会消失啊，这个都有可能的。这大圆满的证悟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这样子退失。所以证悟了以后还要继续修啊，是不是我们证悟的当下就没有所有的烦恼呢？都不是啊，我们证悟的当下可以啊，可以说一部分的烦恼啊，一部分的烦恼就是得到了空止了，但是呢，还有绝大多数的烦恼啊，还存在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些烦恼啊，经常会出现啊。那我们怎么样彻底的把这些烦恼都给这个推翻断掉呢？那就是证悟以后的修行是最重要了。证悟以后的修行是最重要。我们学过这个大乘佛教的论点的，大家都知道大乘佛教的这个修道里面呢叫一个叫做见道啊。见道是什么？见道就是证悟啊，证悟的这个瞬间啊，叫做这个见道啊，见道。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刚刚开始初步的这个证悟啊。然后见到证悟了以后的这些修心啊，这个修心叫做修道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通过修道来彻底的推翻所有的烦恼。如果我们只有这个证悟了，然后没有修的话，那也就不能推翻所有的烦恼啊。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证悟了空性以后呢，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从此以后就像成佛了一样，根本就没有烦恼。其实不是这样子，还是有烦恼的。尤其是我们刚刚证悟大圆满的，这叫做这个初步的证悟啊。这初步的证悟呢，属于证悟啊，这个也叫做证悟啊，这也叫做顿悟、证悟都可以说。但是这个力度是相当相当的啊，小啊，它几乎不能推翻很多的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烦恼，它都没有这个力量啊。然后呢，证悟了以后，我们再去慢慢的培养啊它的力量，然后呢，它的力量逐步的啊这个强大了以后呢，然后最后把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推翻啊，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讲这个空心的啊修法啊，那空心的修法怎么样修呢？修心的时候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啊，修心的时候，我们每次修心的时候要身体要做毗卢起法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做毗卢起法，然后身体做了毗卢起法以后呢，排除五起啊，这个排除的方法也曾经已经讲过了，不需要再讲了。排除五起，然后排除五起完了以后呢，我们啊在观想啊释迦牟尼佛和上师啊观想为一体啊，在密法里面讲，这个我们观想的时候呢，然后佛菩萨和根本上师啊观想为一体。我们如果有10个或者是更多的这个根本上师的话，那么也不需要一个的观想啊，把所有的这个根本的上师啊都融为一体，然后就观想为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和我们的根本上师无二无别这样的观想。然后观想完了以后呢，在释迦牟尼佛和上师之前，我们祈祷。求加持祈祷释迦牟尼佛和上师加持我在这一座当中能够修出空心啊，能够证悟空心啊，这样子求加持祈祷。祈祷完了以后呢，我们就静下来，然后就发菩提心啊，我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我一定要成佛。我为了成佛，我现在就要开始走这条路啊！开始就是实际行动，然后就开始去修心啊，这样子，发心，然后
发心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去，开始这个，观察，那观察的方法很多啊。我们比如说在外面的这些物质，把每一个东西都去观察，观察了以后呢，最后把它，这个，所有的这些物质分解了以后呢，最后就分解为空心，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方法来确定一切法或者是一切事物都是不生不灭无来无去这样子的东西，也就是叫做空心，也有这样子的方法。但是呢，最简单的方法或者是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不需要去观察外在的更多的东西，先直接去观察我们的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外在的世界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投影一种投影，它并不是在外面这个我们要知道，佛教这个我曾经的讲过很多次了我们佛教尤其是这个中观它不是唯心，它也不是唯物，尤其是密宗就是这样子的。它不是唯心，它不认为这个外面的世界是一个物质它也不认为外面的世界是我们的精神它也不认为，所以它不是唯物，它也不是唯心。那它是那它认为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它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是我们的视觉当中产生出来的一种错觉或者是一种幻觉然后我们耳朵听见的所有的这些声音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听觉上面产生出来的一种错觉或者是幻觉。然后五种感官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幻觉、错觉除了幻觉和错觉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它既然是错觉既然是一个幻觉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去观察它到底是精神还是物质，没有这样子的，没有必要这样子的争论。它本身是不存在，它本身就是一种幻觉比如说，不是一个幻，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形象那么人的形象不是人人的形象。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去观察他是什么人，男女老少，没有必要，他根本就不是人，这是一种人的一种形象而已，他不是人就是同样的道理这外在的世界呢，它是一种我们的精神的这个投影就是比如说光照射了以后呢，就通过一个物体再折射出来一样的东西它不是折射，它不是外面没有东西，它就是内在的投影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更多的去考虑外在的这些东西。当然我们没有真无的时候这外在的这些东西呢，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对我们的这个精神上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呢，实际上它是。是一种投影那我们怎么样去证明它是投影怎么样去证明它既不是物质，又不是精神，而且是在精神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幻觉？我们怎么证明呢？这个非常简单。如果用纯粹是用这个，或者是仅仅是用佛教的理论的话，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物体首先是我们可以把它分解任何一个物体分解。那么分解的方法是怎么样分解呢？就是就是不是用任何的物质来分解，这是用我们的智慧来分解把它分解任何一个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物体无论是它是从时间的角度，比如说过去、现在、未来，从这个角度也好或者是以空间的角度，比如说任何一个物体，它是有方向的它有东南西北，然后它有上下，它是有这样子的空间从空间的角度去分析分解或者是从时间的角度去分解都可以，可以分解然后分解了以后呢？
这里面的每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再分解啊，然后每一个东西也可以再分解。这样子以后呢，最后的啊，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最后的一个东西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物质的最小的单位啊，就分解了以后，就分到最小，不能再分啊，就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然后小乘佛教认为啊。它是存在的，它是世界的基础啊，它是就是过去的这个物理学认为啊，基本的粒子就是是组成物质的最小的单位一样啊。小乘佛教也认为这个物质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最小的啊这个物质的单位，然后这个最小的物质单位啊。这个密度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啊，最后就变成了我们的桌子呀、房子呀这些物质。这小乘佛教的观点，但是呢，大乘佛教呢，然后进一步去观察，把这个最小的这个物质的单位，也就被分解了。那最小的单位分解的意思是什么呢？最小的单位再分解的时候呢？它就实际上意思呢，它不是分解，它不是一个东西就分，比如说东南西北上下，不就分成了五分吗？六分吗？它不是，最后就不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本书啊，可以分解东南西北，然后上下分。我们一本书可以分成六个部分，但是这是微观，这是宏观世界当中才是这样子啊。微观，尤其是最小的这个粒子也好，佛教里面不叫粒子，这叫做这个微尘啊，最小的这个最小的微尘，然后把它分解了以后，它变成什么了？它就变成没有了啊，它就变成没有，最后就变没了，消失了，消失了啊，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子分解下去以后，最后就是没有了啊。但是分解完了以后呢，我们回头一看啊，原来所有东西都存在啊。那么我们又观察去分解的时候呢，一个东西我们都得不到，所有都分解，最后都没有了。但是呢，不观察的时候呢，一切都是很真实，都存在。啊，那么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呢？这不叫矛盾，这叫做显空无二啊！不观察的时候，任何东西都是存在的，然后去观察的时候呢，任何东西都得不到啊！这就是说，现而无实有，现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感官的世界里面呢，这些东西都有，看得见、听得见啊，摸得着都有。但是，以观察的时候呢，什么东西也没有，都得不到。最后呢，最后那这样子以后呢，那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啊？这就是这个中观里面就讲，这就是充分的说明了这些现象啊，都是我们自己的错觉啊。如果它不是错觉，真的外面真的有一个物质的话，那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那就应该得到一个东西，但是得不到啊。这样观察的时候，最后呢，就是它都所有的这些，微尘啊，都就变成啊，都消失啊 但是所有东西消失了以后呢，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是很奇怪的，这个叫做现空无边，这是佛教啊才解释得清楚这个道理啊。所有东西观察了，最后没有了啊！但是呢，一个东西都最后没有变成没有啊，在我们的感官当中，所有都是存在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感官当中呢，是有啊，它是一种现象啊。但是进一步的观察的时候呢，那这东西它会消失的啊。那这个叫做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但是呢，是一种幻觉啊，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啊，这个可以看啊，可以看，但是呢，啊，不要想要去找到得到这个东西，这是没有的，这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讲的啊，空心，然后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最后一个东西都消失了，没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把外面的物质啊，首先是一个砖头啊，它是可以砌砖墙啊，然后把它分解了以后呢，是灰尘，再分解，最后啊，它就分没有了。那么这个砖头里面的所有的任何一个灰尘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最后就分了以后呢，都变成啊，最后就是分没有了，都消失啊，所有都消失。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直都认为，一开始我们一直都认为外面有一个物质啊，比如说有一个砖头，然后我们想看到底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去分解的时候，最后啊，这一个砖头分完了以后呢，就得不到任何东西，在消失，就在我们的眼前消失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外面没有东西了啊，没有砖头，因为砖头它是啊这个更小的啊更小的这个微尘组成的，然后这个更小的微尘呢，再分解的时候呢，它下面有更小的东西，然后这样子分下去了以后，最后它没有任何的基础，最后没有任何基础，最后都消失了。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以前都以为外面有一个东西的存在，但是现在看起来，它外面就根本没有东西。那是什么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头，哦，原来是我的错觉啊，我的错觉，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啊。然后现代科学啊，在这方面给我们就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这个证据啊。实际上现代科学就在证实25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的很多的啊这个观点，当然佛教的这个所有的这观点是不是用科学来解释，这个是不可能的，有些东西是超越科学啊，就在这个还是在这个时空的范围当中，它没有超越啊。那佛的很多啊观点，比如说我们讲佛性啊、如来藏啊、光明，它都已经超越了这个时空的范围啊，所以没有办法揭示它。但是呢，很多东西啊都是用科学揭示，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提供了非常好的方法啊。那么我们分解这个物质的时候呢，是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去分啊，分这些灰尘啊。然后科学它就不是了，它就是用粒子碰撞啊，对撞机。把这个一个粒子啊，一个告诉粒子的这个碰撞以后呢，它就最后就啊，就一个粒子当中呢，又变成两个呀，或者是三个呀，或者是更多。通过这种方法去把一个东西，然后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方法是一样的，它是用机械啊，通过这种方法去做实验啊。把一个物体就分解啊，然后佛教呢，它没有用任何的这样子的这个机器啊，没有用这些东西，没有依靠这些东西，然后通过头脑啊，通过佛的智慧啊，把一个物体分解。但是呢，两个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工具不一样，但是方法都是一样，把一个东西就分解了。嗯，那最后的时候呢，也就是啊结果也就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有一个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啊，不能不承认的什么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绝对是错觉啊，根本不是物质，绝对是错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东西啊，叫做物体、物质、物体啊。那么，所有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物体啊，它是分子、原子组成的啊，原子组成的。然后原子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啊，比如说一个原子有这么一栋楼的大小的话，我们把一个原子就放大这么一栋楼这么大的话，那么原子核呢？啊，就像一粒米啊，就在这个物质的任何一个角落的一粒米这么大啊。然后除了一粒米这么大的这个东西以外的，就这么一个楼，一栋楼一样的这个体积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它不是真实，它是视觉上的幻觉啊，因为这个原子核周围的这个电子的高速运动，在我们的眼里啊，就是产生了一种
幻觉、错觉啊，我们把原子就是看成了一种点状的物质，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显微镜下面呢，它是一个亮点啊，它是一个亮点啊，就是我们就晚上看天空的时候呢，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一根亮亮的星星一样啊，显微镜上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亮点，但这个亮点如果再放大的时候呢，然后它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它这个里面呢，只有一个非常小的核心的原子核以外，都是粒子的这个电子高速运动产生的幻觉啊。那佛教里面就在讲得非常清楚了，有一种叫做这个旋陀轮啊，佛教经常用这个来做比喻，旋转的陀轮啊，旋陀轮，这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在没有光的地方啊，电一根响啊，然后高速运转的旋转的时候呢，然后就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呢，就是产生了一个这个圆圈啊，就环形的一个圆圈。那这个实际上有没有一个环形的东西的存在呢？这个根本没有的，这是一根响啊，一根像啊。那它怎么变成一个环形的东西呢？因为它的速度快啊，速度快，我们人的眼睛没有办法分析啊，然后呢，就在我们的眼里就变成了一个环形的这个东西啊。那这叫做佛教里面这叫做旋陀轮啊，佛教就像这个世界就像旋陀轮一样的啊。实际上，旋陀轮是什么呢？电子和周围高速运动的这电子，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点状的东西，这就是跟旋陀轮是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完全一样。比如说，我们晚上100个人，每一个人都拿一根这个一根像点燃，然后大家就排队，然后就转的话，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在我们的幻觉当中有100个这个旋陀轮，然后它如果把它的这个高低这些排列好的话，这个有可能在我们的视觉里面，有可能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动物呀，是一个建筑物呀。都有可能了，变成，但是这里没有动物，为什么？这组成动物的这每一个它的这个称它的单位都是旋陀轮那么旋陀轮它本身就是假的那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圆形，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100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我们先画一个图画一个人或者一个建筑物的图，然后把人都排列好然后呢，同时所有人把这个旋转这个旋陀轮，然后我们站在100米以外一看原来就是在有一个100米以外有一个建筑物，我们的视觉上就发现有个建筑物但是我进去一看，这个不是建筑物，这个是旋陀轮，很多的旋陀轮同时旋转的时候呢然后就因为远的地方分不清楚，这个就是变成一种建筑物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我们在旁边看，这个就不是，它根本不是旋，不是建筑物，它是旋陀轮。那么旋陀轮它本身是幻觉然后在幻觉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个另外的一种幻觉。这个旋陀轮的形状因为更多的旋陀轮同时这个产生的时候，然后就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可以把它变成一朵花呀，或者一个建筑物呀，或者是一个动物的形象都有可能的。就像我们晚上看到的建筑物上的这个彩灯一样完全可以变成一个人的形象都可以。但这个人的形象在远的地方看，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形象，但是近处看，不是人，都是旋陀轮。那么这个人的形象或者是建筑物的形象，它是双重的幻觉它的单元、它的组成、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基本的东西都是假的，是旋陀轮。然后呢，很多的错觉集中了在一起的时候呢，又产生另外一种的错觉另外一种错觉这个跟
佛教里面讲的这个玄火论，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完全是一样。比如说，有一每一个原子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两点是一个点状的东西，它是错觉然后更多的原子组成了以后呢，变成一个镯子呀，变成一种楼房啊。那么它是在一个幻觉、一个错觉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个桌子呀、房子呀这样子的错觉这个错觉加错觉错觉的组成的另外一种错觉幻觉组成了另外一种幻觉这两个是完全是一个道理这个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不能不接受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能感觉得到吗？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子的意思，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这些东西是假的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些物质是幻觉，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是幻觉，这个是科学我们不能不承认。所以我们不能相信这个眼耳鼻舌身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的说服力没有任何说服力，它自己就是一种错觉，让它自己都是一种错觉所以我们把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原子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幻觉的话，那么它组成的桌子，这怎么不可能是幻觉？都是幻觉、错觉，都是错觉。那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认为这些是幻觉？幻觉还有另外一个幻觉、错觉呢？这是根据我们的眼睛它根据我们的舌觉，它能够分别出来的东西他能够确定这个是错误的，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才认为这是错觉他不能确定这是幻觉的，实际上是幻觉，但是我们不认为幻觉，我们把它归纳为真实的东西当中道理非常的简单，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实际上都是错觉，但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不是错觉，是真实的因为尤其像玄火论这样子的东西呢，我们的眼睛也能够分辨得出来它是幻觉它听下来了以后呢，没有幻形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幻。那最后一切都是以我们的舌觉它能够分辨出来的它能够分辨出来，它能够确定是幻觉的，我们认为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认为是幻觉它不能确定的，然后我们把它归纳为真实东西，其实这个没有任何道理的它不能分别出来的这个幻它不能确定是错觉的东西，实际上是错觉的东西是非常多，在这个下面还有很多都是错觉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去想一想这个佛说的道理，就平时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空性很多人都不明白或者不接受我们这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就这么真实的怎么可能是没有呢？怎么可能是空呢？其实这个就是因为过度的信任我们的感官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结论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突破这种界限我们一直都认为只要他看的是他确定以直觉能够确定是真实的，我们永远都承认他是真实，我们没有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子了实际上他不是，他原来是他错了他错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意识也就错了，最后我们导致了这么多的烦恼，实际上这些都是就建立在一种幻觉的基础上然后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原子核里面，然后再分中子、质子，然后是夸克但是呢，这一切的所谓的基本的粒子，过去都认为这些是真实的东西，是一个点状的物质。那么，弦理论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又推翻了这个也不是是什么呢？所谓的最基本的粒子，它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基本的粒子，实际上也不是一个点状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就是一根弦它的不同的振动的模式
然后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基本的粒子的这种的东西，但是它不是一个点状的物质的啊。那么最近的结论就是这样。那么基本的粒子都是错觉了，那么那还有什么东西不是错呢？所有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个以上的所有东西都错了啊，所有东西都是错觉。这样子以后呢，啊，然后我们，科学就到此为止了，还没有往下走啊。然后呢，用佛教的理论去观察这个弦啊，然后进一步的去观察，那么它也是用其他的物质构成的。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再观察下去啊，那个弦它自己也是一种错觉啊。再观察下去，最后就是我们得不到任何真实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明白哦，原来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错觉啊！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的衣服的颜色啊，红色、黄色，都不是说，都不就是一个电磁波的啊，一个波的这个波长产生的一种错觉吗？啊，实际上都不是不存在的吗？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什么时候认为这是颜色是错觉啊？我们从来都没有把颜色啊，红色、黄色当成啊这个错觉啊，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是真实的东西。那这个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它是错觉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发现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我们五种感官的漏洞啊。现在一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漏洞百出，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信度了啊。那这个时候，原来这个世界是它只啊，原来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五种感官的，它的错觉，也就是说它的投影啊。我们一直都认为外面有一个东西，然后去大家都去辩论啊，唯物呀、唯心呐，大家都去辩论啊。实际上在观察的时候呢，那就都是错觉啊，都是错觉。然后佛就告诉我们，既然是一个错觉，你就没有必要去争论啊。比如说唯识宗，他认为外面的是心然后呢，这个小乘佛教他认为外界是无知，然后呢，中观就告诉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子的争论，为什么呢？都是错觉啊！既然是错觉，你为什么还要把错觉当做一个有存在的东西来啊？然后去观察啊，这个是精神还是物质是没有用的啊。这时候呢，我们真正的知道，一切外界都是自己的这个内心的投影，都是错觉啊。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啊。这个是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呢，这个是佛教里面在中观里面讲的，都是理论啊。但是呢，科学的这些研究，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呢，弦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理论物理。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的，那些都是实验研究真实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些都是假的呀，啊，错觉呀，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这是我自己的眼睛的错觉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不能不承认了啊，这叫做中观的空性啊，这就是内心的投影，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观这个外面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怎么样修呢？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啊。观察自己的内心啊，那既然这一切外面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内心创造的话啊，那么创造者他自己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有一个这么强大的力量啊，具备这么强大的力量，它可以制造出这么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宇宙啊。银河系、太阳系、地球，然后人类，所有东西都是他的投影，他的错觉。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啊，然后我们开始啊，就是往里啊观察啊，不要往外了，没有不需要了，不需要往外，外面的东西我们都已经确定是他的投影啊，是他创造的，不需要了，不需要观他啊。那么回来我们观察。它是什么啊？我们的内心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观察，那观察的时候呢，有两种啊，有两种或者几种啊。一个是什么？就是密宗里面讲的，像大圆满呢、大手印呢
啊，就是像他们讲的，他们是不需要，还有禅宗啊，还有禅宗，禅宗，就我觉得这个禅宗呢，这个密宗里面啊，噶举派的这个密宗里面呢，有一种大手印是宪宗的大手印，这叫做宪宗的大手印啊，它是属于宪宗的一个大手印，我认为这个宪宗的大手印就是这个禅宗啊，禅宗就是这个宪宗大手印。你看，他跟，因为他不需要灌顶，他属于是一个宪宗，但是呢，他跟普通的宪宗的证悟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他不一样，他是就类似于大圆满的这种方式来证悟的，所以他也不仅仅是一个宪宗啊。那他的方法啊，就是就静下来。然后就观察的时候呢，立即证悟，这是一种方法啊。另外一种方法是，静下来了以后再去思维啊，再去思维自己的内心的状况啊。那这是第二种，这个叫做中观的修法。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第二，就是中观的这个修行。那这是修法啊。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观察呢？心静下来。什么都不想。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先这个祈祷释迦牟尼佛，祈祷完了以后呢，我们发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然后静下来啊，静下来，静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去思维，需要去思维啊，就是只有一个思维，只有一种思维，除了这种思维以外，所有的其他的杂念啊，都放下。都放弃，不要让它产生。那一个思维是什么呢？去观察我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状况啊，内心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观察呢？这时候我们去观察我们的内心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什么叫做精神啊？什么叫做阿赖耶识啊？什么叫做我执？什么叫做思维啊？然后就开始往里去寻找啊。那首先我们观察啊，我们的内心啊，也主要是第六意识，它有没有形状啊？它是不是一个物体，方的、圆的？它有没有这样子的形状啊？我们去观察，当然不会有的。我们不会得到啊。这个我们的内心是圆的呀、方的呀、长方形呢，不可能有这样子的答案，我们得不到这样子的答案啊。那没有形状了，这就是说没有形状。那么没有形状，那我们的内心它有没有颜色啊？比如说红色呀、这个蓝色呀、黑色、白色，它有没有这样颜色？观察的时候，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这个不会有的啊，都没有。那没有的话，这就是说明是什么呢？这就说明它不是一个物体了，它不是一个物质。那它没有的话，那我们再观察，那它的这个过去啊、未来、现在啊，它有没有这样子？那我们当然这个心可以，内心我们可以这么分，但是呢，在当下的时候呢，当下过去已经消失了啊，已经过去。过去的意思就是已经不存在。然后未来呢，有啊，1秒钟之后是未来啊，有未来的存在，当时会有的。但是现在啊，从当下的角度来看，那未来是只能说将来啊，它可以产生，但是呢，从现在这个时间来说，它也是不存在的啊，它不存在。那过去我们可以说啊，1秒钟之前它是存在的啊，或者是1秒钟的1/1000之前它是存在的，当时它是存在的，但是呢，现在从现在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过去它已经不存在，它已经不在啊。那它不在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去哪里呢？它没有去任何地方，它就在这个地方消失了。啊，然后，那么未来我们也得要想一想啊，必须要认真的去思考一下。我们要承认，1秒钟以后就会产生未来的这个意识啊。那么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从哪里来的
啊，我们要去思考一秒钟之后的我啊，或者是一秒钟之后的我的意识是从哪里诞生的啊？这个我们要去观察。观察的时候呢，我们非常清楚地发现，没有来处啊，没有来处，它没有一个，它没有一个从某一个地方啊，然后就到啊当下啊，它没有这样子。然后过去，我们刚刚这种方式去观察的时候呢，它没有去处啊。去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宏观世界当中，或者是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一个人从某一个地方，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它是有来处有去处啊。它从某一个地方到这里，然后从这里又到去某一个地方，它有来处有去处都有。但是在这个精神世界当中呢，啊，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啊，我们不能不承认啊。一秒钟的1/1也好，或者是一秒钟之后也好，那么一定是这个将来会产生的啊，将来的、未来的，我的这个意识，这个时候会产生的。它不可能，我们不能认为永远都是我会保持现在的当下的状态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的心态就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永远都不会有变化。如果不会变化，那就是像电脑死机了一样，它根本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思维这个菩提心的话，那就永远都是菩提心，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思维，它已经失去了这种活动了，它是没有办法动啊。就这样子的话，整个时间啊，整个时间都停止下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静止的东西，地球也不转了啊，然后呢，人也没办法活动了，就变成这样子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永远都不可能。所以我们的当下一定会要过去啊，它过去了以后呢，未来才能够产生。所以未来一定会产生的，但是它怎么样产生，从哪里来呢？啊？这个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思考啊，根本找不到它是从哪里来，它就在当下啊，它就变成当下了，当下就变成啊，在理论上就变成了未来过去了。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找不到它的这个它的啊这个来处啊它的去处。如果我们说它的来处是大脑的运动，那一样的，那么未来的大脑的来处是什么呢？那都是一样的答案，都一样的找不到啊！如果过去、未来找不到，那么当下是什么呢？那这个现在唯一的就是当下了。我们已经排除了啊，一秒钟之前的所有东西的存在，一秒钟之后的这些东西的存在都已经排除了。那么唯一的就是当下。那当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刚才想的啊。当下它有没有形状？没有。它有没有颜色？也没有啊。那它有什么东西呢？最后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没有发现啊任何的啊这个存在。但是这个是不是证悟了？还不是啊，还不是。为什么？精神它本身是没有形状的，没有颜色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它本来就不具备这些东西啊。那我们现在发现了不具备这个，是不是证悟它是空性了呢？还不是，它本体本身我们还是没有证悟啊。那现在唯一的一个一秒钟的1/1啊，或者一秒钟的1/1000，那现在要观察，如果它成立了，那这个精神就成立了；如果它不成立，那么这个精神就整个精神啊都不存在了，它没有任何存在的这个基础了啊，没有任何存在的基础，就像一个虚空一样。这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根本不知道当下一秒钟的精神是什么，没有办法知道啊。这样子观察以后，用时间再观察下去，然后把一秒钟的1/1我们再分啊，通过思维再分以后呢，最后要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通过时间的角度去分的话，也可以把一个东西可以完全可以分啊，最后就是分解了以后呢，就分没有了，就是消失了啊。这时候消失，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了，原来今生它也是一种幻觉了啊。刚才我们以为啊，外在的世界是幻觉，是精神创造的啊，精神它是创造者，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回头一观察的时候呢，那么现在发现精神也不存在啊。那什么东西存在呢？这个时候就是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这时候这个就是空心啊，但是这个叫做单空啊，这叫做单空啊。那我们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外在的、内在的所有东西，最后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存在，都是空心啊。就我们得到了这种感受的时候呢，这个感受啊，这个感觉、感受叫做真无空性啊，这叫做体无空性，知道吗？啊，体无体会啊，这个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自己感受到了，那感受到它是空心，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一切原来一切都是虚幻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世界。这时候我们在这个状态当中静下来啊，要保持这个感受啊，对空性的这种感受。要保持下去啊，能够保持1分钟、2分钟，那么这叫做修空心啊，修空心。但是我们刚刚开始修的时候呢，这个不能保持很长时间啊，最多也就是1分钟、2分钟而已。然后这个空心的感受啊，就先是淡化，然后就会消失的啊，消失了以后呢，然后立即又会产生一种另外的一种念头。去思维工作上的事情呢，家庭的事情呢，然后这些念头啊，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发现啊，一定要发现，我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念头，一定要发现。发现的时候呢，及时处理，立即就处理，不要让它产生。然后怎么样不让它产生呢？回头又去观察啊，观察，不要产生这些念头，去观察啊。观察以后呢，就通过观察，然后这个观察的阶段过了以后呢，它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结论啊，观察它是一个过程啊，观察的之后它的结论，结论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深深的体会到啊，外界呢更本来就不存在，是投影，内在的投影，那么内在的东西实际上啊，也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这时候呢，又深深地感觉到这个时候呢，然后又停下来啊，停1秒钟、2秒钟啊，或者是10秒钟、20分钟、1分钟、2分钟啊，这个前面的这个叫做观察啊，我们用过各种的思考，通过各种方法去思考，这个叫做观察啊，然后呢，通过这个观察，然后得到的结论是。一切都是空性，而且这个不是自己告诉自己是空性的，体会到啊，感受到、感觉到、体悟到，一切都是空性。然后这个时候不要再观察，立即停下来，停下啊，这叫做修空性啊，这叫做观修啊，知不知道啊？观就是观察，观察的结论，感觉到空性的时候停下来，这叫做修，这叫做观修啊。观修是作为一个这个初学者来说，观修是非常的重要。观修首先我们要观察啊，那然后呢，修心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啊，我们就不需要这种观察啊，不需要这种观察，因为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因为训练得非常的好。这个时候，我们一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立即就进入这个空性的状态当中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容易啊。这时候就不需要这个观察啊。但是这观察，我们要逐渐的去放弃这个观察啊。一开始的时候呢，需要依靠它，依靠它的这个力量，然后呢，它这个观察让我们。进入空性的境界啊，然后在空性的境界，这个我们训练的比较好的时候呢，啊，在这个中期的前期的时候，就是需要观察，观察很久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这么短短的一个感受啊，这个感受也不能维持很长时间，立即就会消失。然后又去观察、观察、观察很久以后呢，然后才能够有一个这么一个空性的感受啊。前期是这样子，然后中期的时候需要观察啊，需要观察，但是呢，不需要太多的观察啊，不需要很长时间，只要观察的时候呢。很容易啊，就找到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就是对空性的感觉啊，对空性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呢，虽然需要观察，但是呢，不需要太多的观察。中期的时候啊，后期的时候呢，啊，这时候就几乎就不需要观察了啊。一想到这个空性，然后。立即就进入空性的状态，然后在空性的状态当中也可以停留很长时间啊。这个是我们修心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子的。那这叫做修单空啊，虽然不是最高的这个境界啊，不是最高级的这个空性，但是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高级了啊，这个很非常有用啊。这叫做修空心啊，实际上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了啊，这是我们自己不去修啊，自己不修，所以我们啊就学佛学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没有什么结果啊，没有什么结果，1年、2年、5年、7年都是一样的啊，没有结果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去训练啊，如果训练啊，或者是说修心也好，说训练，如果训练的话啊，那么。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啊，这个上等的或者是最好的修行人，他每一天都有收获啊，他每一天都有进步，每一天都有进步。然后中等的修行人啊，中等的修行人，他谈不上每一天有收获进步，但是呢，一定每一个月都有进步啊，上个月跟这个月不一样，这个月一定比上个月好。每一个月都有进步，然后最差的啊，最差最下等的修行人呢，那他也有每一年都有进步啊，他虽然谈不上每天有进步，也谈不上每个月有进步，但是他一定会每一年都有进步，今年的修行一定会比明啊比去年好，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如果不修行，那永远都没有进步了。啊，永远都学佛学了10年、20年，也没有进步，也没有每天的进步，也没有每个月的进步，每年的进步也没有啊，永远都没有进步。这是我们自己没有去训练啊，所以就没有进步了。如果我们去修行，那就一定会有进步。所以啊，希望大家要修行。我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我们把这个中观里面的这些。很多的这些复杂的这些思维的方式啊，都放弃了啊，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思考，最后还是能够能够达到啊同样的啊同样的这个结果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个叫做修空性，啊，这个修心修好了以后，修的时间比较长，训练的比较好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从打坐的这个。当中啊，出来了，出来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感觉到啊，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啊，一切都是如幻如梦。相对来说，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大的执着，那没有那么多的执着啊，我们都感觉到这个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啊，就像一个做梦一样啊。但是梦里面啊，梦里面啊，我们有些时候是知道我在做梦啊，但是没有办法立即从梦里面醒过来，还是要做梦啊。但是我知道我在做梦，但是这个梦继续要做下去啊，并不是知道在做梦的时候立即就醒过来，不是有些时候这样子啊。那这个时候的状态就是这样子，我们。知道了，这个是如幻如梦啊！但是我一定要坚持，我没有办法啊，只能这样子如幻如梦的生活下去啊！那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过去我把这东西都是当做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东西，所以我非常的执着啊。
这些东西，追求很多的东西，然后得不到的时候呢，啊，然后很痛苦啊，很痛苦。然后我们就是面临了一些，就像比如说昨天讲的这种啊不公平的待遇呀，或者等等的时候呢，因为我很执着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对我的打击也是非常的严重啊，然后也很烦恼，很痛苦啊。最后就是人啊，第一个活得很辛苦很累啊，再有钱再有名声再有地位也好啊，从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的辉煌啊，但是呢内在啊，真正自己感受到的跟别人想象的是完全是两回事啊，自己感受到的不是这种辉煌啊，没有什么辉煌，就是经常都是啊很痛苦啊，闷心啊，不开心这样子，就是没有感觉不到幸福啊，不但是感觉不到幸福，而且这个时候有造业啊，造各种各样的业，然后呢下意识就更惨啊。然后证悟空性了以后呢，因为我们不怎么执着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就依靠这些物质来生存啊，我们的生存还是要依赖物质。当然这个修心超越了这个依赖物质的这个界限的时候，或者是我修心修得很高，境界很高的时候，当然就不需要了。但是呢我们普通人啊，虽然是证悟了，但是还是要依赖这个物质生存啊，所以还是需要去工作啊，还是需要一样的这个有家庭有工作，跟过去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就是从此以后呢，我们对这些物质没有太大的执着，没有太大的执着啊。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工作还是要去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要养活他们啊，所以我不是太执着这个金钱，但是呢因为他们要吃饭呢，我自己也要吃饭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了生存啊，并不是认为金钱有多么多么了不起，所以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不是这个。但是我们大家都要生存，所以我还是要去啊，还是要去挣钱，要适当的去挣钱。然后啊，就是因为如果是一个企业的，比如说一个企业的上层管理者，比如说就是一个这个董事长啊或者老板的话，那么他也就是政务和没有政务之前的区别是什么呢？他也不是在工作上的差别，他还是要去挣钱。为什么？因为这么多的员工啊，每一个员工的家属啊，他们要生活，他们要吃饭，就是为了他们啊就要去这个挣钱啊。但是呢啊，挣钱的目标对金钱的这个认识啊就不一样了。那仅仅是认识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去挣钱，这个有没有用呢？这个有用啊，就是这些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这些痛苦呢，都不是这些物质给我们带来，就是我们对物质的这种对待的方式啊，这种观念给我们制造的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如幻如梦了以后呢，然后就没有这样子的执着，所以啊，就像做梦一样，人生这个时候真正就是人生达到了这个梦，做如幻如梦这样子。这时候呢自己没有执着，没有痛苦啊，然后精神上先是第一个是精神上没有痛苦，但是呢肉体上还是有痛苦的啊，生病的时候还是会有痛苦的。然后修心的境界啊，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不但是精神上没有痛苦，连肉体上也没有痛苦，但是这个是菩萨的第一地以上啊，菩萨一地以上才是这样子。在这个之前凡夫啊，还是身体还是有痛苦，但是内在精神是没有痛苦的。就像阿罗汉啊，阿罗汉他证得了阿罗汉以后呢，他彻底的断除了我执，他没有烦恼，所以他精神上啊，再受痛苦也好，有人骂他也好，有人赞扬他也好，对他而言啊，这些都是如幻如梦，所以他没有不会造成啊烦恼阿罗汉。但是呢，阿罗汉的身体啊，肉体就是有病痛，有肉体给他制造的痛苦，
阿罗汉也有，但大乘佛教呢，超过一地以上就没有了，因为他的修心，对吧？所有东西都通过修心的力量都转化了以后没有，但是在这个之前有，这个之前是有肉体上的痛苦啊。那我们刚刚证悟的时候，那就这个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呢，精神上啊没有这些痛苦，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得抑郁症。啊，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失眠啊，所以生活过得也非常好啊。然后呢，慈悲心呢，在如幻如梦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同样的培养慈悲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是证悟了，不在乎了，没有对不怎么痛苦了，但是呢，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这个生命啊，他们没有证悟呀。他们还一样的有痛苦啊，所以我要帮助他们呢，所以我要修慈悲心啊。这个时候呢，虽然我证悟了，但是呢，其他人都没有证悟啊，所以我慈悲心一样的可以培养啊。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个境界和我们对物质的欲望和或者是自私自利这样子的观念是矛盾的，所以这些东西会慢慢的减少啊，但是慈悲心跟我们这种境界是没有矛盾，没有任何的冲突，所以证悟了以后呢，慈悲心可以培养啊，可以拥有慈悲心啊，这时候呢，智慧双运啊，智慧证悟空性了啊，慈悲心也有了，然后呢，智慧双运，然后自己过得更好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因为没有这些啊，烦恼啊，没有这些自私呀，没有这个这些欲望以后呢，然后就是可以更好的奉献啊，可以更好的利益众生。那过去我们没有证悟之前呢，我们虽然在利益众生，但是呢，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自己的自私自利啊、欲望啊都有的。但是现在呢，这些东西都彻底的。彻底的消失了啊，或者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彻底消失，但是呢，也得到了控制了啊，他们也不会影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利益众生啊，然后我们的这些烦恼都没有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修行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它可以控制嗔恨心，也可以控制贪心，也可以破除这个。无明啊，贪嗔痴的啊，共通的对治力啊，就是证悟空性。那证悟空性以后呢，所有的烦恼都可以对治啊，都可以控制。但是，比如说我们修慈悲心的话，那么它只能控制嗔恨心啊，其他的无明这些还不行，还不能控制。但是空性就不一样了，空性可以推翻所有的啊这些。这个烦恼，所以非常有意思啊！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一生当中是有这样子的机会啊。以后如果这一生当中我们不珍惜这个机会的话，那么以后有没有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如果有，即使是有，那什么时候有，也就非常非常的难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悲悯一下自己，我们自己也是非常的可怜的，不要一辈子就为了物质啊折腾啊，要给他一点点的空间和给他一点点的自由，让他去做一点啊对他生生死死对他有利的事情啊，允许他做一点生生死死对他有利的事情，不要被迫他一定要去赚钱，一定要去怎么啊。那么这个赚钱呢，这些东西对他有没有？比如说这样子的方式，比如说农夫种地的时候用牛、水牛来耕地啊，水牛来耕地啊。那么水牛这个耕地对他是没有用的啊。农夫在秋天丰收了，但是跟水牛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它没有关系，这所有都是这个人的，但是呢，它是不自由，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如果得到了，它对它也没有用，它辛辛苦苦去耕地种地，但
丰收的时候对他没有一点点的帮助啊。那实际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让自己啊，一定要赚更多的钱，要工作，要加班，然后要强迫的这样子啊。如果真正得到钱啊，有钱的时候，发财的时候呢，差不多要走了啊，这个时候要走了啊。然后走了以后呢，就是丰收了，但是水牛没有什么得，没有得到什么，他辛辛苦苦就做这个事情，丰收了他没有什么啊。那就是这样子，我们辛辛苦苦赚了很多钱，然后这是谁的呢？这就是后面的人啊，他会享受的，我就得不到。大家都知道，走的时候这个是带不走的啊。那么后面的就是啊，或者是儿女啊，或者是其他人去享受这个啊，自己们就像我们水牛种地一样啊，农夫拿水牛来耕地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让允许自己啊，我们没有说他人，我们让啊允许自己啊做一点对他自己有意义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我们要允许啊。我们要去赚钱，要工作啊，但是呢同时也就安排一些时间，就像我们刚才啊，比如说8个小时啊要去赚钱，但是呢早上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还有呢啊这个节假日的时候要适当的安排，让他做一些跟他自己有利益的事情啊。也他也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呢？他一辈子去赚钱，赚了10个亿啊，那他能吃这么多吗？他不行的。然后到时候差不多的时候要走了，所有东西都是他也不愿意捐给别人啊，捐给别人，但是呢没有办法啊，就他不愿意捐也得要捐啊。那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昨天讲的抱怨，这个时候会抱怨的啊，我一辈子这么辛辛苦苦的这个挣了钱啊，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那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来得及享受就要走了，那这个钱有舍不得，但是也必须要舍啊，舍去。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抱怨怨恨，离开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呢啊？所以我们就是啊，不要这个走到这些极端的这些路啊。极端佛教里面讲很多啊，但是我们世俗人就是说走极端的路，那就概念就不是这另外一回事。但是佛教觉得这个反正所有的这些孤独的都叫做极端的路啊，那所以适当的去工作赚钱，然后呢也适当的安排一些啊这个修心的这个时间，让他去修心修空心啊，让他明白他自己的本质啊，让他明白我们一辈子都是强迫他，让他学习，从3岁的时候都学到20几岁啊，甚至30几岁，让他学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安排让他去看自己啊，让他去认识外面的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给他安排足够的时间去让他认识自己啊，所以他现在很迷惑的，他知道很多外面的东西啊，但是没有用，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所以他很苦恼啊，所以他犯很多的错误啊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啊，还是要悲悯一下我们自己啊，给他也安排一些时间，让他做一些对他自己有利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叫做修心。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空心的修法啊，讲到这里了。所能的一探者是8年冬令一批真人本事金格南极王龙之八之宾左邻左瓦主而修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班马色的红